哎，高兴，哎，回来了就开心了，是吧？是吧？他从后面掉过去的。掉过去。嘿嘿，什么笑呢？呀！对，卡你。卡你，对呀，哎呀！你铁罐都咬坏了。嗯，看把那个铁罐咬烂的，扫地。看他牙齿给咬开的那块。嗯。呀！舌头干啥？哎呀，高兴、啊。这就是人说人，你看上桌呀，你看，真上桌了。啥也能叫，这么个，你好，来，也叫来吧，晚上。来，你打电话了。来，不来，来、他这个舌头咋了，手机？你知道？他吃什么？对，他嘴里面是不是有头发了？点儿点儿舔的。看妈妈。哎呀！哎呀！好了，你把他先抱走，走，不要让他在这儿害。你看，哎呀，有头发了。你回去看看是不是有头发。哎呀，要了。哎呀，他没有牙齿，他咬能咬到哪了？有啥？牙床子也疼。高兴。啊！高兴。啊！高兴。啊！高兴，高兴，高兴啊！看嘴里面有啥？没啥呀。啥也没有。好了，你看。怎么了？不要让他，不要让他害人。去外面。好。哎，晚上给你吃肉。很高兴。行吧，嘿，高兴，哦吼，你去这儿抹点那个咬的那个，抹上它就不痒痒了，听见吗？哎呀。今天晚上还得嚼指甲了啊，指甲长了，很高兴，爸爸看你牙齿来，舌头，他看见我还自己笑的不行。这就去上去给抹点药，不然痒痒了他。看看，让手机弄点米饭吃猪大肠。手机，顾达，做点米饭吃大肠嘛，要吞点馒头，那中餐里是那个馍馍，吃吧。你咋悄悄的吃方便面了又？饿了咋饿了下面饭熟了呀。把高兴放地下一个人嗨，对吧？你吃啥？李子。哦吼，来给。哎呦，你把这个杯子放下来，你帮我拿着这个，对，吃吧。手机小心那个籽儿大啊。听见吗？你把籽儿给它取掉，让它吃。你把籽儿先给它弄出去，让它吃。你来闻弄，来儿子，来儿子来，爸爸你把籽儿弄了。这回吃吧，没籽儿了，没籽儿就卡不住了。你刚刚坐在地下吃李子了。来，好吃，高兴。哎呀，
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嗯，哎呀，快，好好吃哦，嗯，要吃剩就啥了，满脸都是，好好给洗澡啊、哦，晚上睡觉给他洗澡，嗯，好的，吃什么呢？把嘴还吃得红红的，嗯，嗯，啥？吃没得呢？嗯，行，我挂了吃。哎，那你还喂我呀？我挂了自己吃。你挂了都没吃？吃。哼，哎呀，好辣呀！尼泊尔的，韩国的。你也不知道，对，那上面写个韩国字是泥巴的字吗？不是泥巴的，不是，日本的，日本的，嗯，看看，你抱过去的时候把手洗一下啊，太辣，嗯，一会儿把个李子吃了，不能给他多吃，吃一个就行了啊，嗯，一个呀，啊，对，就吃一个就行了。小心，爸爸下去看猪大肠熟了没有，给你吃一点。啊？嗯。好了，手机啊，不能再吃了。嗯。卤大肠，卤个大肠，炒个西红柿，炒鸡蛋，两个菜。哎，差不多了。其实。没炒糖色，再倒点老抽啊，颜色有点白。三姐，刚才高兴咋了？哭了？就是快来，我害怕哭糖，嗯，哭。我可是黑不溜秋把高兴吓坏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哎呀，哭到。哎，高兴。哎呀，哦，黑乎乎的把高兴吓坏了。嗯。怎么的，还不溜？炒个鸡蛋，西红柿炒鸡蛋，大肠卤好了，一会儿一切，搞定。西红柿炒鸡蛋，看这个西红柿汁都渗进鸡蛋里面去了。这是猪肚大肠，这不是吃吧？小弟说这个 Chinese momo， 嗯，Chinese momo， 对。多吃点，小金。嗯。嗯。要不然看你瘦的。胖。嗯。多吃肉，小金。看，吃一下我这个西红柿炒鸡蛋，五星级大厨炒不出这种鸡蛋。多少鸡蛋呢？最少六个。八九个。嗯。主要炒鸡蛋，西红柿炒鸡蛋，必须得把那个西红柿那个汁儿的炒在鸡蛋里面，才叫西红柿炒鸡蛋。还要吃？小鸡给它吃这个蛋。鸡蛋。鸡蛋一点点。嗯。小心烫的啊。这儿插鸡蛋。主要这个油不行嘛。嗯。拿胡油、胡麻油炒出来最香了。鸡蛋。菜籽油。它这个菜籽油有点。好大的烟。嗯。太味儿重了。你炒菜，我这炒菜好大的烟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嗯，好吃，多吃点。肚子，哎呀，这个非常是香了啊！阿丁，爸爸，爸爸，对，欺负，欺负高兴，你看他不让你欺负他。爸爸不是这样，爸爸不是这样，不让你摸他头呢。嗯，爸爸，爸爸不是这样。你还要吃？不能吃了啊！吃了多少了？回去喝牛奶，是不是？回去喝点牛奶行了，不能吃了。不长。来来来。嗯嗯，来，公的公，来鼓掌鼓掌鼓掌。要放风筝的吗？这是你的手机。你我的。嗯。
电宝在哪里？来，爸爸给你讲，给你赞一下。Hello guys， 慢点。Hello guys， 慢点。来。来，好吃，高兴，好吃，爸爸，好吃，黑酱好吃。